的快乐其实很简单，真的很简单。看到树上叶子掉下来，我们就可以很开心。看到蜥蜴在那边跑来跑去，把它抓来，尾巴打结，然后给它吃辣椒，然后给它，哎，我们就很开心哎。蜥蜴呢，其实蜥蜴也很开心，真的，没有骗你，下次你抓它，哎，真的，蜥蜴了。把蜥蜴的快乐也交给你。